とまれますか？ホムラの加護がありますように。哇哈 ！Hello， 发的好累。我先卡个画面，等我一下，我去。嗨 KO，Hello Hello， 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啊，等一下哦，打个东西，要是不给我怨灵，逆灵啊，不是怨灵啊，嗨番茄，等我一下，我暂离一下下，暂离一下下。算了，等一下再站你好了。哎，昨天不是关台后又刷了一下，我刷到了15只，然后刚刚又刷了8只，现在来到了23只。啊，我快刷到大金了哎！哎，小金哎，哇哦！我想四个东西耶，等一下哦，吃完再去。来剁椒，嗨，大家早上好。上位比较会掉逆鳞，老蒋，这个啦。白痴，这个啦，欸，也不行哦，它怎么用啊？嗯，何当斩，不行啊。Nice， 玩到一半就没玩了，看来差不多该继续玩了。对，你该回来玩了。啊，再试一下太大好了。等一下哦。这么远哦！啊，太刀不会玩了，神突斩！切切切切切 ！Hello Hello， 我干！我不错。哦哟，手把的太刀！哎呦，
爱下西。拔刀居合。啊？不能这样吗？干，我是白痴吧？我是白痴吧？啊？还是踏的没有用啊？我是喷水的，好了，我是白痴，我不会玩，我是废物。我昨天升到五之后就休息了，你收刀的时候看魔物要打你，你说像这样子哦，然后嘞，这样子，技能斩啊，还是这样子。这个我还会啊，看破嘛。欸，怎么没打我？白痴哦。加 B 有啊，特殊收刀按 R， 你说这个哦？哦，白痴，我就找这个找超久的啊！我会了，我会了，我会了啊！感谢，我在打训练设定。哦，害我以为是哦。可恶！哎呦，拔刀居合。然后那时候看到有人有打怪过，啊，我看破绽在也是按 RT 吗？哦，是哎，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会了会了。哎，我一直按那边按 Y 跟 B， 可恶。谢谢。再练一下下哦。嗨，安安，我在刷色尾，等一下哦。我要变太刀猎人了吗？还没吧，因为我片手都还没专精哎。啊干！啊哒哒哒哒哒，对不起，骂脏话，我很抱歉。哇！哦，想起来，另外那时候也是夏西叫我撩他啦。雨电夏西他们那时候就叫我撩他，你说怪我咯，吧吧吧吧吧，你说骗手也很好玩啊。
呼打呼呼呼。诶，等一下哦，拖这样子，好嘞。哦，我知道为什么了啦，北七哦，应该啦，再试一试。你要不要把樱花七刃改成飞踢试一下？好，可是昨天虽然你说，等所有咒怨觉得樱花七刃很烂，我看很多还是都用樱花七刃。哎，我看一下哦，到的装备，交换机，好试试看。不是跟上捞的时候，我哦有，因为我那时候玩世界的时候，就有时候还蛮容易，就是对，就是为什么上捞之后就会变七刃斩啊？为什么会这样子、啊？还是我要先按 B 再按会比较好？对，你看。没有，就是有时候搓的时候会这样子挥，会变七刃斩。为什么啊？就不能按方向键啊？因为常常要看破魔物的时候，都变成看那个七刃斩。哎，那我用飞踢的话，就不用按什么键了吧？是吗？要哦，哦，下坠刺吗？还按 RT， 好。还是兜哥啊，好好的。哦，这实战我怎么可能会啊？天哪、啊，难怪昨天你跟我讲说，还是来训练场比较好。你看又来了，干烦呢，我。我的问题一定是我的问题。敌人安安，不错。哎、欸，那我七刃大回旋有办法直接接飞踢吗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他一定会纳刀。黑四是拔刀，有啊，刚刚有试啊。对啊，可以，怎么用？
试试看 BJRP。好的。对啊 ，BJRP 哦。BJRP。BJRP。呀，抓个羊。我按了技能大回旋，拔刀剑成功后可以直接切大回旋。没有，我是说灯笼啊，就是因为以前不就是剑切完之后就直接灯笼了吗？对啊，不行欸。大回旋，你说啊吧吧吧吧，你是说啊干这样？太远了，对不对？收到数字也看，我还在，我刚上位啦，怎么收到？管你哦，哦。就像这样子吗？所以还是要分开这样子，是啊。好，我去试试看。好了，就去打怨虎龙了。是没错，可是太早按没有判定。我朋友告诉我，特殊招他可以按 A， 然后收到会比较快。你可以看破之后直接接 RT， 看破之后直接接 RT 加 Y， 我试试哦。没有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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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啊。
我看破指甲 T 结完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没有啊。再不走，这只儿童要杀了我了。啊，好啦，该被那只猫打了。看破后之后就要按了。看破后，你说钉的时候吗？有啊。好啦，我试试看。我试试看。公安道具，好啦，这个，上位还是掉逆鳞哦，不是掉宝玉了吗？所以这一代上位还是会掉下位的东西吗？上位也会有逆鳞，好，那我在这边刷他小，我刷了两天欸，天啊，不是啊，刷了一整晚欸，早上也在刷欸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，好紧张哦。好紧张哦。第一次打你耶，啊看，我想防御啊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哑巴哑巴呀，没戏啊，没戏啊，完蛋了，完了，我会想要啊，我想要防御耶，靠腰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哎呀！我要想哦，上位一巴掌把我拍没了，没事，你一巴掌就把他拍没了，他敢拍我，说完就会了，主要是手把啦，手把跟那时候键盘差很多，再加上又在玩片手键，下来下来下来，片手键造成我会想要防御欸。哦不！叔叔妹，
下哦，拔掉。啊啦啦啦啦！阿蕾蕾，阿蕾蕾，阿蕾蕾，阿蕾蕾！完了完了完了，我还是想防御。我喝个水啊，喝水时间，喝水，喝水，喝水，有益身体健康。屁咧，嗨棉被猫安安，玩标题是讲说刷到逆鳞就关台就换游戏，看应该是不可能啦。我是白痴，我变得好像白痴，哎呦。好了，还没从另外武器习惯过来，对，所以你看到，你会看到我突然想对他挥攻击，哈哈，啊！人家是防御，啊，我就在那边戳他，啊，等一下。得到新游戏了哦，血魂啊！按错，哎，侥幸，对不起。这种软化哦，是吗？移動したね。Go， 你在哪 Go？ 死了没？水月是个败家招式，水月是什么？よろしくね。研ぎ澄まします。哦，你说刚刚那个东西吗？很多线的那个东西吗？早安，早安。没事啊，没逼我败家，你看看我。
所以你们是会换什么吗？我现在还没有啊。还棉豹战战士哦。嗯。不行，我们搞了也是要用完这个。被抓了耶，看你每次都这样子哦。我起码有八个陷阱被，我本来想说应该会再打一下吧，啊又跑了，每次都这样。Everyone， 艾希啊，昨天生日快乐！我昨天有打字祝你生日快乐，哎，你有看到吗？然后刚刚有去听你的歌回，哈哈！啊，气死！气死了！到底能抓了没啊？我被他杀成这样，他能抓了吗？去吧，没蓝标啊，我知道啊，啊他们就昨天就是有蓝标，我也是打得很爽，把他打死啊。没有，就是没有，没有，就是没啦，我就是没有啦。聊天室会挡哦，抱歉，我改个位置哦。聊天室会挡，那你可以看左下角的那个啊，左下角的小地图啊，他们说魔物会闪蓝色的东西啊。所以就不用执着这个了。那我回去片手剑了哦。我回去片手剑了啊。用餐。你还是做一把过渡片手吧。不是，我要做什么过渡片手？我要做什么？你跟我说。不是，我不是质疑你，是告诉我哪个适合我。快点！我现在该做的是哪个过渡片手？
毒吗？片手练起来很强，我觉得我很强了、啊。我是想做毒的啦，但是干就是没鸟荣誉哎。你看看，来你看你看，那我继续吃我的巧克力走。急ぐ必要はない。時間はいくらでもある。上位的莲幼龙哦，莲幼莲幼，我觉得昨天在莲幼跟那个麻痹的在挑，我就不知道要做哪一个。不搞，莲幼龙王的人位，看一下哦，哦彗星食物哎，好哎好哎，好，大哥们说的算。可怜的猫猫被我杀了几只了，他们就没有一只乖的猫猫，耳投胎后也没有。啊，没有乖乖投胎做是一只好猫猫。我昨天还是在挑猫欸。因为我现在有点想要环境生物。加什么蛊跟那个麻痹陷阱，那吸引环境生物嘛，然后再加强化太蛊，再加那个麻痹陷阱。这次不错，布一下。来聊天是要叫什么？好啦，可爱番茄啊，可以那么可爱西啊。啊，不是说好番茄嘞！一二三四，好，就是你了，可爱西亚。武器国子符驯龙啊，不是啊，我现在没有啊。贝尔，是啊，我现在就是没有啊。你走心了，我没有走心，怎样？我没有。你还不懂我吗？我是怎样的人？看一下哦、喔，哎呦哎，你看，我只打过一次驯龙，有下位驯龙，我知道啦，只是子符哦、喔，可是。好啦，我去打，我去打哪里？他是集会还是这个？我今天有，等一下哦、喔。看来是在集会任务里面呢。你不怕你家猫咪在吗？放麻痹陷阱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有那个，我有想过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会有换啊。分刃五星哦、喔，分刃啊，我现在有没放麻痹陷阱的，就是有那个环境生物加太古这样子的。组合麻痹，不是麻痹啊！靠，村庄任务，村庄任务，我干嘛？村庄金啊，第一只就是哦啊！你完蛋了，投胎变成这一只了。好久没开 Rise， 没事哇？那你还记得？喵。李翠地形，
miss， 跟我一样嫩，跟我一样烂。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我来救你了，林佑龙，我来救你了。哪一个啊？谁知道？奇怪，怎么这只怨虎龙变黑了啊？会掉怨灵啊？不是怨灵啊？怨灵是谁？会掉逆灵啊！我刷到变啊！我刷到变 ，Hello！ 啊，要死！完了，哎、欸，还好还好，完了都是骗人的。哎呀，怎么那么按不得按不到？哎呦！梦到大猫猫没有啊？哎呦！来巷口，巷口，隔壁是巷口。哦，天哪！哎哎哎哎哎，司机，司机，司机！好硬，好硬，好硬，好硬！啊，乱了，乱了！啊，乱了乱了！太怪了！
喂，这撒灵虫有毒吧？有说可以抓了吗？没有吧？对不起，猫猫，猫猫，你上面打过招呼了啊？没办法，我在猎了啦，对不起，抱歉，抱歉。有哦，哇，完蛋了，右上角拦很久了，请在聊天室。提醒我，我是一个无情的杀手，好吗？我只想着打架，没想着要抓他。番茄，聊天室要哥提醒我啊！看起来不像猫，他们都叫他驯喵啊，驯喵。啊！我很抱歉。对啊，烧鸟可以变成烧猫啊，叫烧猫。缺啥？尾鳍哦，很快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所以比起来，你会更看聊天室会。你看，我特地把聊天室拉下来，就是要你们提醒我。结果嘞？结果嘞？你们看着我当小丑，很好。不错，啊啊！默默看着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哎，我要干嘛？哦，这里。我就静静的看着你装逼。我问你要断尾才抓。我也是想要断尾啦。这个竞技看起来就很母汤呢。好，我们出发。
今天只有你一个吗？对啊，其他人目前都没有开这款游戏。我们的猜车团。就是猜车比较好玩。因为我的兴趣是全魔物破坏之后，怕他睡，害他睡着的样子。你太变态了吧！你这什么扭曲的爱？不是扭曲的爱，扭曲的兴趣。哎、欸，我刚拿一下，拿一下。哇！完美，满分，满分。合同，合同来了，合同，上同学。欸，不是，欸，看错了，对不起，我也坐你旁，抱歉，不该说你胖的，我很抱歉。屁股屁股哦，肚子肚子肚子哦哦哦哦哦，哎呦喂呀，打屁股！哎，哎呦喂呀！移动したね。好喂，好喂，发大财，发大财！后加 B 也有攻击动作，哪个后加 B？ 你说这样子哦。你说这样子吗？这个我会啊，还是另外一个？
金狮子的后加 B。哦哦哦哦，你是说超龙的时候？哎呦，等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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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八一八一 value value。你要去拿猫咪？屁啊！对不起啊，一八一八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再收。比啦！啊，看不到！我好想要试完赢的万劫哦，刀会变长。要切完再抓吗？他愿意让我切吗？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什么东西没声切掉的？我看一下。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他不能用地洞，没声气会掉。像是先溜麻醉才能用陷阱。没有啊。因为平时抓他的我其实平时都喜欢放麻痹陷阱啊。哎，等一下，好一下，他快死了啦，不能抓啦，不要回收讯息啦。愤怒的朵落雪啊，他怎么看起来都不像在愤怒了。我现在去采集队已经都在采那个了，雷光虫了。抱歉，回收了，来一百，没有一百的啦，只能三百啦。我这边啊，饮料没有中杯、小杯的服务啊，只有大杯的哦。巨龙啊，不那个像地中海样子，没记多少。愤怒会躲，好，好，好，我难得记得他已经蓝色了，结果嘞，还是给我丢脸，难过。你现在生气了吗？他现在生气吗？没了吧？你是没生气了？我们和好了吗？和好了吗，女孩？哇！雷切，妈了，晕了！哎，他现在生气吗？等一下，是生气才有用，是不是？啊。啊，怎么说生气会躲落穴啊？现在没有生气地洞才可以啊，是这样子哦、喔。
多麻烦哦！干，我把你杀了，你赔了我两个骆驼，你完蛋了。你现在还生气？啊！让你生气！我切断你尾巴！两个都有限制，哦是啦，啊金狮子比较好认啊，全身有毛的时候不能用，哦烦死了，两个落穴陷阱哎，赔钱，臭猫，下次落穴可以用阴爆弹弄到他生气，气他就会可以，啊是哦。想一下，之前跟驯龙，所以他在睡觉的时候也不能，对不对？驯龙在睡觉的时候也不能抓，不能用落穴，奇怪，我之前明明都在抓魔物的，为什么我知道这件事？有没有装破坏王？我刚上，哇！你要不要看一下我的装备？啊，等下出去再让你看一次哦。我小技巧，骑到魔物可以骑草上还没骑过的，然后用另外一只揍你。哦，我知道，这我知道。来，让你看看，我现在还在穿这一套衣服。没到，都还没换。啊、有升级啦，升个一次，所以这件不能插珠吧？而且我没有刷珠子啊。睡觉可以用地洞哦，难怪。啊，装备管理，显示。不是，工具陷阱工具没了。セールでございます。何をお探しですかな？さあ、お受け取り。またのお越しを。下次超龙翔虫用完，可以给龙。走一步，像总会马上崩。什么意思？可以给龙走一步？什么东西？我换位置啊，可恶 ！A 八这个，
哦，超人的时候。哦，所以就是上去马上下来，是不是？哦，这个的话我倒是知道。生产装备可以了吧？哎，喂，哦，哦，有以现金生产哦，白痴。一段我们都会攻击闪，攻击闪，爬走一下，什么意思 ？R 一是什么意思？右前走一下这样子吗？攻击哦，就是攻击回避，攻击回避，然后走一步这样哦。哇，我有新武器了，存一下，存一下。我想说 R1 是重来啊。管理装备。哎，好，新技术来。白痴，我现在才拿到这个哦！哦，早知道我先做装备了。盾弓，按下底拳，奋力抢，这怎么按呢、啊？你单打蛮棉片手，我那时候就想要拿棉或麻片手在打。等一下，我去试试看。就是前推加强攻击。我那时候一直在等这个，我想要看网络上有人是戳戳戳，好爽哦。这招很好用，这怎么用？怎么用？怎么用？强攻击！看一下哦。奋力锤击，穿刺！哦哦哦哦哦哦哦！你们会选哪一个啊？对对对对对，我想说，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好棒哦！
要用穿刺。哦哦哦哦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好诶，好诶。不要。棉的哦，麻的不好吗？棉的比较好吗？玩片手，所以片手的意见可以给一大堆。妈，我是让宠物打。欸，我过程中狗跟猫都没有睡过或麻过，欸，为什么？出了什么事情啊？哦，这雷哦，白痴哦。低能，我是低能。宠物状态增强技能，我都还没有，我都还没有调欸。状态增强。狗狗选对武器，我狗也是麻吧。棉，狗，我记得送一只技能顶规的，送什么？狗建议带伞，我是带伞啊，我没带伞吗？那我做个麻给他。麻麻麻麻麻！什么好看的啊？你要穿这样吗，狗？哪一只狗啊？看大神用两狗上一场两分钟，所以超强哦，我知道。应该没有吧？因为这三只是我招聘来的啊。
两猫，那你等我后面一点吧。你前期就在两猫了吗？广场领一下，广场内斗。你是说这个吗？特别随从吗？攻击频率高的武器，狗输出不会差猫太多。这个、哦、KO 之术、哦，哎、欸、不是，いろんなお供がいるんだね。すごく興味深いよ。你说哪一只啊？这只，这只色为快龙。体力强啊！哦，属性强化这个吗？不是你了吗？被状态异常攻击。哦。決まりだね。改练他是不是？好，你没用了。不消东西，有啊，有零。开场直接送双狗真好，真的哦，还蛮少的，三个吧，对，三个。技能要去选择，我没选到吗？有吧？这样吧。看你玩，突然想开玩，去开啊，去亏呀、啊！哦，游戏员刚没看到，好，我继续去做。给他做村里的。对不起了。
换猫。这么可爱的吗？怎么都还没我先把这些水虫放出来。我想改带这只了哎、欸。没有，它会叫可爱焦糖，是因为这只猫原本叫焦糖。建议带掠夺猫，好，那就你了。等装备大多成型之后再带陪它认领了，好。来，再来做麻痹的。来，太粉，有啊，我之前玩的时候有偷啊！哎、欸，我世界的时候有偷过宝玉。
又卡了，我爱吃巧克力吐司了。哇，好了，我们出发。可怜的狗狗。になさいますか。行って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合成武器，个人带异常属性比较有效率。哦，我之前我也都是这样带的啊。等一下，我好像没选技能。合成技能。分辨好像打喷嚏。什么？哎呦哎呦呀！难怪我从来没看他们睡觉过。打上位要开始喝水啦！哎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可以改狗的技能吗？我好像忘记改。不是狗的技能啊，狗的那个装备。哦，不行哎！完蛋，然后道具被收走，对不对？我还在，好好好。能改？你刚刚是看自己的装备？有个随从看板，帐篷。嗯。哦。
好了，再次出发。もらいます。拜拜，吃饭去了。凡金大爷记得按时吃饭哦。有，我还在边吃吐司面包。哇，好大声！TV欸，但是你好，司机带我去。哎、欸，好痛！你是说被熊打好痛，是我打熊开始变痛？非目标就别用终极技了，用撞的。好，爱真吗？没办法。还要慢慢习惯这个坏习惯，就想要按完，就像李欣的 Q2 一样啊。
有位打鼓了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还被吞了、哦。声音，声音，江夫对决，啊，这是哦。我知道他要撞我，我拉了，麻了，晕了，救我，去打。主要是之前在世界开始习惯玩那个，什么充能斧，哎、欸、哭啊！充、欸、能吗？还斩？剑斧，然后玩到就是片手剑，那时候已经忘记怎么玩。之前在玩冰原的时候，就是片手剑比较少玩，比较常玩就是充能锤子。还有超虫棍，对吧？像小雨就是红棍大师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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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这可以吗？哎、欸，可以哦。哎、欸，那这样猫好用哎、欸，它会主动提示你说可以抓哎、欸。哇，你好棒哦！二 G 开始接触，我是啊，我就是后期嘛，是因为 PC 才有魔物啊，那时候就那时候世界开始玩，然后世界那时候也玩了1500多小时。还好他不会自己丢什么麻醉球，还没断尾。哎、欸，我变好好用哦！我刚在干嘛 ？Oh my！ 抽奖。然后看到我们的番茄打开了魔物猎人，我都看不到你开，我有上线呢，奇怪。有难。哦。受け付けいたします。你也看不到，没事没事，都不用看啦、啊，有什么好看的，对吧？然后 nice 打开了，你有上啊？可是保持上线不会显示在玩。对啊，怎么了？不用在意我在玩什么好吗？我也没有办法玩什么了，现在都在玩魔物了。想一下哦，现在每天上线就是猴子 TD 雀魂这一款，还有东西 Start Together， 就这样，没有什么东西的。見つけた。不要啦。太坏了吧！他们太坏了吧！太坏了吧！好，就你了。
好きだ。狗救我，狗，去啦！等等，我等一下再看一下什么回旋斩什么东西，抱歉。你说回旋斩吗？等一下哦。哦，有，我知道啊，我从还没学会这一招的时候就在用回旋斩啦，啊。感谢哦。
ち。大事に使うね。差一点呢，哎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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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好，他们加油！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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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赌场规律玩法没有，单纯不想要喝水，单纯不想喝水，客家好吗？不是赌场规律，只是不想喝水。对，客家猎人，没错。哎呦哎，狗狗装备跟拿了驯龙刀之后变好打好多。哦，主要还有那个啦，新的那个技能，接的手感变好好。啊？怎么没有？怨虎龙的玉嘞，啊逆鳞嘞，哭啊！どのクエストになさいますか？这什么？哦，哎，解锁成就，锁成就，看一下，累积获得100万神火点数证明，呵呵，
底要不要啊？伊卡洛斯，好，买你。用。那你这样讲，我狗狗我都没有在看。状态异常之术，你是不是这一只？攻状态异常攻，等下是要薄荷色的，属性攻击之术，状态异。哎、欸，那我要这一只，买这只。嗯，分かったよ。哎，最多可以买几只啊？应该说最多可以一次拥有几只啊？頑張ってね。就很好了。状态异常，状态加攻大或彗星大。好，我会留意的。三十几哦，那还很多哎。客家喝这个水，没在喝自己的啦。冲啊！应该。我隔壁营地的，不，好像会跟着 HR 是慢慢升级哦。这样子啊？顺手手。这只蛇干嘛的？我好像问过很多次，哎，没一次记得。他说放了就知道，好放。这有大便哦，小心哦，哈！哎呦，你好像不怕哎、欸！哎呦！带没带？我在忙。白石头上哎、欸，咔咔咔！
解异常哦，好，谢谢，我现在看到了。昏他，昏了他！哎呦，哎哎哎哎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嗯，能省则省。打蜜，打蜜，打蜜。哇，那只狸猫可怜。啊！打到手好酸哦，等一下哦。我知道他可以抓，可是
想打死他。好了，没有了，我抓我抓。哎哎，狗不要。看一下这儿。太想打架了。但是很不好。这野猪真的是。他是打。昨天是打怨虎龙。跑来撞我。跟撞他。啊啊啊！我玩 PC， 哎，米娅，对 PC， 你要玩吗？你要就这像不像永劫无间？没有啦，你有想玩吗？因为我也是才刚破荒。因为怎么讲，你玩 Switch 的话，你也要有会员，那个网络会员嘛，那再加上。你还要有怎么说？毕竟这可以用手把啦，手把跟键盘都可以。哦，又可以喷一次，是不是？让同学，哎呦！拿东西，冲啊！比世界的话，可是这个。这里面很多都是和风设计的，欸，我以为你会喜欢呢，欸。好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如果玩测试的话，那时候是在 Switch 上吧。干，太硬。我原本是从键盘滑鼠改成手把的，所以很多设定我都是这个游戏重玩，重新摸这款游戏。哎，好呀，哦，电脑哦。
二四版玩了三只王根本打不了，应该说是交换季。我觉得你没有玩到吧？你都自己一个人玩吗？我就跟朋友在打，那我玩还不错啊。看你我又下来了。我其实当时也很排斥 Rise 啦，因为我其实当时也是觉得世界的画质比较好还是什么的。可是进来玩之后，我觉得不会耶，我觉得不同感觉，不是说比较烂，比较怎样的。我，怎么说？这有点难解释哎。而且有些冰原世界的技能这边有地存，喂喂喂 ，Rice 蛮好上手的，对啊，我觉得啦 ，Rice 我觉得魔物好像很容易破坏部位跟断尾。而且狗狗跟猫咪真的太强了。哭啊！阿米亚是拿什么武器啊？不过为什么看你的画面一开始以为是宝可梦？你说封面图吗？还是什么？还是你说我刚进来的时候？掉一个啊！石头掉了。我也想拿这些武器去打宝可梦啊，一定很好玩。人类比宝可梦还危险啊！可以抓了。本片是不太值得买原价就是了。折扣没了吗？不是到三月？我怎么记得折扣有到三那个啊？三月底啊？还啊四月一号吧？我记得那时候折扣说到四月一号。你也是拿片手，那你看我可以完成这样，你一定也可以啊。而且你看哦。我人老了，手会抖。你现在如果摸我的手把，你会觉得很恶心，因为上面都手汗。所以我现在就是卫生纸都花在擦手把上。你现在看折扣没有？你还年轻啊，我比你还大很多。讲真的，你不要被脸书上面的照片骗了。我是不是在开车？什么东西？没有啊，你要拿卫生纸帮我擦手把吗？好棒哦，掠夺猫猫，以后带你了，我把你名字改了。手把不会湿湿的，不行，我的像手套会湿湿的。
気をつけて。湿了就去洗，不是洗，你还要等它干。你现在是在艾尔登的、啊、哦，也是啦。那个谁，我一个朋友，他也是玩艾尔登，结果他又玩这个又玩魔物，结果他打魔物，他说习惯不起来，因为他们什么骑狗跟骑马的键盘是不一样的。可以换着用，没办法，我手汗很容易出，好不好？我冬天穿袜子都很困扰了，我也会冒脚汗呢。从 Rise 回世界都觉得操作不顺了，一直想要用重启。我们要说喜欢是真的，因为这个背景是日本，樱花或是一些日本的元素。我就蛮喜欢的啊。可是那时候本来是年初想买，可是就是因为剧情太短了。那时候我朋友也是说等晚一点再买会比较好。可是现在那时候特价那个34%的时候，就说哦，这价钱太香了，不买不行了。然后回崛起，又想用钩爪，有钩爪我就玩那个了，锤子了，气死了，锤子跟充能斧了。我要干嘛？哦，还有猫还没看。哎呀喂呀！哎呦喂呀！对啊，我想要软化哦。攻击状态，彗星强化，这只都不对。闪电泡芙又出现了，状态异常，攻击强化之术，彗星强化之术大，哦，就是你了。可爱，好啦，可惜不是。叫什么？可爱，大大，可爱大。巨型回力标记。化麻痹，软化吗？我们之前有一个叫秀秀的，他从头到尾都不软化，在打魔物，但是被我怼，怼到我也觉得很心疼他。你知道那时候多好笑吗？你干嘛不软化？他说干嘛要软化？这样就可以打了啊！我说，哇，你打出去7D7D7软化之后10D12D，你选哪一个软化啊？我说那你干嘛不软化？软化很麻烦呢、欸。我说才花你5秒6秒的时间呢、欸，可是就很麻烦呐、啊。哦，好累。
对不对？那时候跟秀秀聊天就很累。狂舞，哎，不知火舞。怎么我的狗好像都瞎了啊？其实这边有软化，只是要用水甲虫哦，习惯就好。然后最近凶了那木木那一次之后，就发现他好像没有在看台了。我想说，是不是上次真的太凶了？不是啊，他上次一样就是一样违规在先啊，只是不是也不是违规啦，就是又犯了他的坏毛病。然后他竟然还给我说的我闭嘴好了，他每次都讲说我闭嘴好了，我天哪！他真的都没有想过说他讲完这句话让人家多难下台吗？还是什么的？我要讲我啊，你们开心就好。你怎么好像有点大只啊？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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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忘了带客家水，客家的蒸馏水。觉得这特别大、啊，我看一下聊天室哈，这时间应该在上课吧？大金不是不是，昨天也没出现，昨天最后在好像生存都没有出现过。嗯，是说穿刺流打一场会比较有强势，论伤害的话垂流。
要抓吗？没有吧，打而已。等一下哦，穿刺打一场比较强势，论伤害的话，锤流比较高，还很大。所以你会怎么选？你会穿刺还是锤？順調、欸、这真的好大哦！开始了，最大尺寸更新。等一下哦。可是盾不会掉斩。嗯。盾比较痛，当然盾比较痛啊。哪里？这里。这只是不是也比较大啊？欸，没有没有，这只比较小，还在播欸。对呀，啊，还在刷色尾。可怜的鸟在上面无辜被打。おやすみ。ごめんなさい。おはよう。啊，睡着后怎么办啊？如果真的碰到睡着后，我要怎么办？磨刀喝水，像猪羊，像爹娘。回旋斩记得要按习惯，有我有按习惯，只是我没有挥到而已。他现在睡觉怎么办？大爆桶，好，我没有。哇，你前期就有大爆桶了哦。好哦，放我的屁话，我想说撞墙啊。看他睡觉。
对，所以我才想说，不然做个麻刀好了，因为我也没有爆桶啊。丢蛋级嘞，嘿，陈月琴说，抽奖送的，我抽奖都啊，真拳的话会带爆桶哦，我知道，那个我还没有练呢，你说挥一下马上升龙霸嘛，还有睡觉可以拍照，哭哦。别考、喔！那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没有要带爆桶的话，不用带升龙拳吗？米斯吉达，哎呦喂啊！什么是米斯吉达？你又喷，你又喷，你又喷。被抓是不是？我相信你有猫。没有要带爆桶的话，就打毒就可以。毒片手的攻击跟展位一般，比较高。好。哦，猫会提醒我哎、欸。哦，番茄，人家猫都提醒我啊你嘞。他说我有啊，你没看聊天室啊？你的猫好聪明，超聪明的、啊，还提醒我哎、欸，我超棒的哎、欸。哦，改名字了。你可以去养一只猫叫番茄，然后把它放生。好。为什么要当猫？你当狗不好吗？当狗我可以骑耶。你不觉得很棒吗？你给你选，你要当狗还当猫？午安，午安。猫有时候不会讲，就直接打过头，没办法。刚刚有打了三场，他已经 carry 了两场了，可以骑。我不是可以骑吗？怎么了？那养一只狗一只猫都叫番茄，你该不会养了一只狗叫繁星吧？你给我拍照，我看一下。你好恶心哦！可以不要这样啊！难怪我最近腰痛痛的。等一下哦，先去查猫咪。番跟茄哦，阿番跟阿茄，然后用很红很红，哎呦呀，不用，没有啊，我的名字都是我以前养的宠物名字，哎呦，那就好了，我狗应该不用看了吧。狗狗，
彗星大，异常攻击。好，怪人疑惑是繁星，你想骑番茄没有？反过来好吗？他整天要我打他骑他，我很怕哎、欸，我很怕哪天我没开台了，我不在了之后，番茄要怎么办？怕他就不会好好照顾自己。我的猫狗都点心当名，初始的猫叫蛋糕，狗叫马卡龙。哇！给我地址，我去找你。我就说我会给你警察局的地址啊，你就搜寻嘛，淡水的派出所啊，一定找得到我。读的哦，我看一下哦。读的是推荐哪一把？火龙不是，土狗。土狗这把吗？哎，有140哎。必要はない。時間はいくらでもある。さてやるか。承知した。吃火龙。我做了哎。吃火，看一下。啊、我哪有吃货、喔？咦，不可能啊！狐妖，哎、欸，我怎么没有？可是我根本就没有。哦、要打上位吃火龙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对，没有哎、欸，好多都没有。四，你干嘛不打数字的四？你要打中文的四？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。受注可能なクエストはこちらです。ホムラの加護がありますよ。手机输入 TK 八八八，啊，这场打完我休息好了。我晚上玩什么？晚上巧克团忘记玩什么？鬼抓人吗？妈妈妈。毒伤意外的高，整场打下可能到5个。哦，我知道啊，我以前我那时候在世界玩的时候，哦，我多屌，那时候我拿着毒刀配那个麻痹珠，那时候 HTT 在狂笑我，说你怎么会拿毒刀配那个啊麻痹珠啊？我想说可以顺便麻他，哦不行这样子啦，我说哈不行哦。结果咧，冰原出了一只壁毒龙，我就跟他讲说：“哎、欸，这根本就学我啊！”
说真的呢，在学你呢。爱用爆破，我也喜欢爆破啊啊！可是就是刷不到逆鳞啊。我原本我那时候昨天打了几只啊？我关台前打了八只吧，然后关台后又打了七只，然后到开台前我总共打了23只，就是没有逆鳞。哎呀，我不要啦！我忘记拿水了，没有客家水了。舌头这么不会咬到吗？蛮佩服的。等一下！想说起来是小狗啊，刚属性的只是我知道是 B 部分，没事。哎，他只是叫我回来拿水，好，懂了，我给我走。世界不是有水火刀吗？那时候哈基就拿得很开心啊。哦，是水爆哦！哦，记错了。
喂，去哪？哦，水怎么那么远？喝一下，喝一下，喝一下。还可以抓嘞，不要让我失望哦，过来。谁打过来的？谢谢，应该是狗吧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狗，谢谢狗。繁星有打算凑无脑清无的素材吗？之后刷素材更快，之后吧。因为我冰原开始就没碰过清无了，而且现在手把欸，手把还没玩过。所以再来再说，那个什么，不是之后打伪王的时候都是推荐你那个嘛，都拿青弩吗？不然又跟打炫辉一样，我那边拿片手跟路人打，被路人嘴，得到我超不爽的。気をつけて。啊，晕了，晕了，晕了 ，Go， 快点。伪王双刀从头打到尾，从头的兵怎么样？哦，这个知道啊，就说嘛，跟
跟炫辉龙一样啊，炫辉也是可以从头打到尾的啊。而且那个谁，名次也是，我那时候就是一拳拿名次，拿双刀在名跟名次玩。被封杀是不是鸟？你是这个意思吗？哇，不是鸟啦，猫，叫错，猫你好棒哦，猫，不是啊，你说双刀空战，可是之前世界双刀就可以 solo 掉那个欸，还有谁？灭尽龙。兽欲，等下我屁股好痒，抓一下，抓屁股啊，抓屁股。哎，我们换过武器了，换过狗了，我们去打一下怨虎看看。不擅长用虫技打高阶魔物会被虐的，不要不要。灭尽龙不是要所有武器都可以 solo 的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前期很快，我应该说他打得很快啦。是鬼人让我直接在他胯下打来打去就很爽了。目前繁星的猫几乎没有了，也有一次而已。可能那一次是他刚好没有陷阱啊。我要改他名字，我要去改他名字，他好棒哦。比较可爱，不用。名前を決めてあげてね。可爱，不不，那就这个，没人有怨言吧？お話できて楽しかったよ。装饰一下布布啊。不快就完全被翔虫打爆了。
可以吧，布布？你有意见吗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我们 go three。完全没有啊，只是吃血量而已的。村庄内移动，看猫猫。对。对，我讲一下，如果你们聊天室有人可能流派或什么有分歧的话，啊，不要吵起来，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玩法嘛，那就不要。不要觉得哪个比较好，哪个比较厉害、欸，大家交流而已，不要讲到有火药味。目前是没看到啦，就是以前那边讲什么，用什么轻弩就好了啊，那种声音，然后就一大堆什么扩散啊，就开始在聊天室在比谁比较强还是什么的。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呢，然后不希望就是你们聊到后面会开始有这种状况发生啊。阿干，我干嘛？面筋。没有啊，就以前就吵过了齁。我可能吵不起来。哎呀，没有打到下巴。没有扫到，我又没有锁到，白痴！欸，白痴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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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错技能。为什么？后猫。哎，这只是不是也比较没有比较大？没有，没事，大一点点。哎、欸，那个谁，我问你哦、喔，啊，哎、欸，那个谁，很会玩骗手剑的那一位，那个灭什么深龙那个，他背对的话是不是不能挡了啊？因为我发现，
160度哦，这么小，难怪哦。你很痛呢。直接叫你变手很强的那位。布布，你怎么没提醒我？布布，还要自己看。版本最强嘛，那也是要会用啊。布布有提醒，不是他没有放陷阱，有没有？几分钟啊？有看得到吗？没看得到。啊，有哎、欸、哎、欸、我快了快了三分钟，我昨天刷最快是八分钟，快了三分钟哎、欸，而且他没有回家哎、欸，我、哦、好强。后期有一把很有趣的片手，今天可以做600公回。你是说忍者的吗？冷刀吗？是看人家这么说的。哦哦哦哦，有，我突然感觉到我变强了，虐个下位的可以虐到五分钟了，只是没放陷阱而已。我知道，他不能用嘴巴，我看不见，我是聋子加瞎子啊。布布，对不起，布布。爸爸，对不起你。またのお越しを。看一下、喔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剩下的我继续去刷。对，也感谢你来教我玩片手，不然其实我很没方向啊。不用，盗墓。啊，马奈！你要和服套装吗？什么意思？你是说做那个做火牙水衣的衣服吗？还是什么？然后回旋斩还是常常忘记回出去？我有回，只是没有劈到。就是会打三下按一次回旋斩啊。步步表示我有提醒主人要放陷阱。不行。我们要省步步的不用钱。好啦，我再慢慢习惯。
可是我从第一次拿片手就开始有在用回旋斩，还有什么？哦，密影对，密影对，密影对。啊！有星星去星星比较好吗？还是就是真的是看你缺什么？穿刺后那一下一般都是盾击、穿刺、回旋战，然后翻滚消印子。哦，你是叫我消掉吗？不是，因为有时候，我讲一下好了，我常常都是，你应该也看到那时候，我打一打打到就是我会背对魔物，然后继续再用那个这样子吧，就是有时候打一打打这样子嘛，然后可能我会就开始面对魔物，就突然变成说，就会变多，就突然变成这样子，啊，不然打一打打一打就是我都会背对魔物。慢慢习惯，对啊，就是我有时候不是不挥，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开始背对了，我如果再挥下去就是会空挥，所以我才会没有挥到最后一下直接滚走或是怎样，对啊。猫咪除了龙素材会转成猫咪装备，其他还会试炼啊？什么意思？很懒得去特地打小怪兽。猫咪除了龙素材会转成猫咪素材。哇！休息休息。感谢感谢，有如果还有开魔物再来教我吧。之后吧，之后太刀我应该短时间不会碰。我下一把我就说啦，我想要玩青弩啊，因为其实从世界的时候我就很喜欢青弩，再加上我真的那时候我不知道斩裂弹那么 OP， 我单纯只是喜欢打斩裂弹那种打击的感觉。那时候我很喜欢斩裂，吃午餐，睡觉吧，睡一下。这代猫咪派遣踩到的不会全都是猎人失败哦，这个意思哦，懂了。鱼得鱼钓，和你说。等一下，这怎么是人？感觉像人啊。发生什么事情？青弩推荐驯龙，没事的，还没碰到你，现在推我也没有用，好吗？现在推我还是不知道。好啦，感谢各位啦，那我们晚上巧克团点的，之前我不知道欸，有团我就参加，没团我就继续单刷。啊啊，好物语的哦、喔，
好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谢谢，谢谢。